我是五六七系列动画的导演编剧何小峰，同时我也在剧里面负责一部分角色设计，像五六七、鸡大宝和小飞就是我设计的角色。首先我比较在意角色的一个大造型，也就是它的外轮廓到底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五六七是两个圆形，然后鸡大宝是一个梯形，小飞则是一个很简单的圆形，这样观众一眼就可以认出这三个角色。别睡了，别睡了。然后他们三个又是非常好的一对搭档，所以我就希望给他们设计一个共通的特征。我当时就找到了一个点，就是鸡大宝的鸡冠，因为在故事情节里面，阿七的造型其实是鸡大宝给他设计的，所以呢，鸡大宝给阿七设计这个发型应该是跟他接近的，所以我就让这三个角色都拥有了同一个特征，让观众只看到这个特征的时候也能够发现这三个角色。大家只要抓住这几个特征，其实就可以很容易的画出这三个角色了。大的造型确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设计一些细节，像五六七，他上半身是一件冬天才会穿的卫衣，而下半身却是一件夏天才会穿的短裤，然后再搭上一双在中国这边老大爷经常穿的布鞋，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搭配，但是正正是这样能够体现出来这个角色的无厘头。其实他会有一种喜剧感，就总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么怪，而且会一眼的记住了他的一个造型。而鸡大宝会选择用一个三角形的墨镜，再搭上他本来就是三角形的这种鸡的嘴巴和他梯形的这个身材，会显得这个角色特别有攻击性，因为很多都是棱棱角角的尖锐的造型。因为他是大宝发廊的老板，也是五六七的经纪人，所以呢，给他设计一个更像老板感觉的造型，就是给他加一个领带。虽然一个鸡打领带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但是加了这个就会更显出他的气质。然后是小飞，小飞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角色，当时设计也就完全是想着是一个可爱的宠物，是主角的宠物的这个方向去想的，所以它大部分的造型都是圆的，像它的眼睛是非常简单的两个小点，然后还有一个腮红，再加上它那个很短，短到看起来飞不起来的翅膀，形成一种反差感。会觉得它应该是飞不起来的，但是它在片子里面就飞得特别快，是一个飞行机的角色。哇，飞机！我是梁心如，是五六七玄武国片的美术组长。作为一个很喜欢画女孩子的画师，我很高兴能参与很多梅花十三跟十一的设定工作。十三的设定是我加入小峰映画的第一个工作内容。十三是一个内心非常坚强，对自己的信念和目标很坚定的少女，所以整体造型是比较干练利落的，身体线条也是往轻盈灵活的方向去画。细节设计上面也是考虑它有比较多的打戏，所以像旗袍的开叉会开得比较高，然后袖子也会设计得比较短，就这种形状也是为了它的打戏所服务的。另一方面，十三的性格也有比较保守的一面，所以会有小领口，然后全身有黑色紧身衣打底的这样的设计。它利落的侧刘海和单边的麻花辫也是为了凸显他性格独立冷酷的一面。小心，他是个刺客。我不用你绑，离开这里再说吧。梅花十一作为他姐姐，会在长相上跟十三比较接近，但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导致他们的气质完全不一样，所以会在着装风格和眉眼的细节上处理的区别于梅花十三，会把它往温柔性感有点小妖精的感觉方面去设计。像十一的眼睛线条是妩媚妖娆的，而十三是偏向清爽的素颜，带着冷酷的感觉。
Hello， 我是五六七动画系列的美术总监江慧琴。角色设计是一个把感觉外化为角色形象的一个过程。例如美少女可乐，导演跟我说这个角色是一个鬼灵精的小女孩，会有些奇怪的想法，活泼外向的有点神烦的小屁孩。我为什么这么命苦？所以可乐的造型关键词是小女孩，长得有点叛逆，打扮比较有活力，有点潮。进一步把可乐的视觉元素细化出来，个子体格娇小的小女孩，短发齐刘海大眼睛，比较可爱的元素。脸部的话，我会把特征放在眼睛上，故意设计她有点三白眼，有点叛逆的感觉，而且戴蓝色美瞳。然后根据性格搞怪，不走寻常路，感觉她会适合短发，而且还是斜剪的妹妹头，一边长短，头发单边有鲜亮的桃红色挑染，粉红色吊带短裙，胸前再加个大口袋，会比较酷 girl。修身黑色 T 恤加个 choker， 深色中筒靴也是比较酷的。主色彩我选择的是粉红和蓝紫色，这个配色以后就是可乐的专属了哈。在单挑的领域里，赞全是无敌的。第三季的角色欧阳赞，导演给到的描述是玄武国人，赞全的传人，喜欢帮助别人和点赞，非常正能量和阳光。我想到从武功体系为突破口，赞全是正派武功，所以服饰选取相对正统的古装造型。其次考虑到赞全的招式，衣服就不适合太宽袍大袖的飘逸风格，这种灵活的招式比较适合相对干练贴身的服饰造型，不能太累赘。有了这些概念，我想象欧阳赞的样子应该是体格结实匀称，中式立领斜襟的练武服装，合身的样式，袖口座卷起来，因为能更加清晰地看到赞全的手部动作，竖起腰带会显得更加灵活，腰带和长衫下摆要飘逸，下摆故意做有点错开的款式，露出长裤部分会显得更加运动感，也和卷起来的袖口加起来能破掉传统古装太正的印象，也会更随和一些。肩膀上加一个赞的 logo，赞全的识别性就很强了。最后重点是头部的设计，欧阳赞应该是脸型清秀，笑容自信，眼睛炯炯有神，于是给他黑白分明的大眼珠子，加上上扬的浓眉，为了跟五六七区分开，所以是前粗后细的眉形，发型匹配干练和动感的感觉，所以设计长辫子，长竖线的视觉元素其实也更加能凸显角色正直的感觉。最后颜色的设计依然是遵循能少则少的原则，绿色是和平友善的颜色，而橙色是活力的颜色，同时具有力量感，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感觉会比较清爽，也符合角色的感觉。大家好，我是动画五六七的原画师。这个海报的构思呢，三界藏神、水中画女、五六七孤身跨越这三个地方，考虑到第三季以玄武国为主，小鸡岛为辅，中间很灰的树林是五六七会出世的一个秃树林，但是因为我画的不太好，中间那个的树林场景画的比较差，然后因为是玄武国篇，所以五六七以刺客七的形态出现在小鸡岛的水中幻影的那一个部分角落里边，会看到奔走寻找阿七的大宝跟小飞，但是因为五六七是水中的幻影，大宝跟小飞他们可能就难以再找到五六七了吧。在这个地方原来他画了两只鸡，好像也没有被观众发现过一样。最左边其实本来这里应该是站着个赤牙的，但是呢看过第二季的人也都知道了赤牙的生死未卜嘛，事实呢就交给观众去决定。然后最右边只有一个人的眼睛是不冒红光的，看了最后一集的人就知道为什么不冒红光。最顶上的像一个月亮发光的这个圆盘呢，其实是刺客基地的标志，加上第三季多是夜晚的气氛，所以就让它又是月光又是刺客基地的一个 logo， 给人一个特别不祥的感觉吧。很高兴今天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五六七的一些角色设计心得，